لو الحكاية فيها إن فيتو. 埃及阿米佩主席及各位部长先生，中尊敬的中国驻埃及大使。在去年，我们与埃及阿米佩基金会共同推进并顺利实施的埃及学生到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留学项目的基础上， 今天我们又签订了新的一批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合作项目协议。 他得到了我校和阿米佩基金会的认可，也得到了其他相关方面的较好的评价。 所以这个项目才会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 借今天我们签订合作协议的机会， V